那年的冬天，我奉命到日战区为南泥湾先遣队搞到了一批种子。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批种子关系到整个山甘宁边区的生死存亡，只知道这个任务很重要，我和游击队必须把种子送到三连手上。没想到，就在我们快把种子送到的时候，被鬼子发现了。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是啊，60年前的今天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假小子呢。你哪个村的？我在问你话，讲话，别走。是个女的。花篮里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，唱呀一唱。看不懂，找谁？啊，我带你找我们连长，走。报告，连长，有人找。怎么又是你啊？说什么呢？枪声哟，带他到卫生员那看一下。是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这啥意思啊？谁给念一下？我。
你是谁？原中央警卫团一连连长杨志奉命前来报道，我还带了个兵。十五，报告连长，十五前来报道。行，你给念一下。三五九旅七幺八团政治部，兹介绍陕甘宁边区苗子同志前往你处报道，担任你团技术指导员。为啥不打？苗子，闹钟危险！快点，快点！我不行了，你帮我，让我的泪痕迹。苗子，你就是苗子？周连长，周连长，我们奉命前来接管你们的马匹、辎重和伤员。上级命令，此次三五九旅南下保卫中央，开展生产自给。特派三连率先进驻黄龙山地区，南泥湾屯兵开荒，请遵照执行。周连长，我们到你这儿是来打仗的，你这英雄连打种上地了吗？我打仗的。打别人了，干活呀！别说了，你忘了，咱在牺牲了兄弟的坟前是咋说的？咱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你们原地待命，我找他们评理去。连长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让开！郭建顺，把他拉开！嫂子，你让开，让开！嫂子。共产党员站出来！目标南泥湾，出发！就这样，我的命运和三连和南泥湾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您上马吧，这是团长的马，您上去吧。您看，他吃的多香啊！
继续前进。哎，苗子，怎么样？慢点。连长，苗子走不了了。抬下走。周连长，骆团长到底在哪儿啊？牺牲了。那苗子怎么办呀？你不告诉他，他迟早会知道的。二排长，走。传令下去，就说骆团长还活着。传令下去，团长还活着。团长还活着，团长还活着，团长还活着，不要嫂子听见。嫂子看样子伤得挺重的，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瞒着呀？我也不知道，能瞒一天算一天吧。我看你是一天也瞒不了。别看他是个哑巴，人可不傻。你怎么说他是哑巴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们团长跟我说，嫂子歌唱得好着呢。他从来不见他说话的。跟着队伍走，只能看到山，只能看到树，再往下走，山在，树没有了。我能感觉得到，我们越走越荒凉，越走越艰难。哎，连长，看，这啥鬼地方啊？
我们到地儿了，南尼湾。分配一下任务。一排烧水。是。二排伐木。是。三排大棚子。是。子弹。一排跟我走。二排跟我走。来吃枣，同志们吃枣，别抢别抢，都有份儿。来来来，苗子，我跟你说个事情。嗯，你对农业很了解吧？旅长说你是学土壤生物学的，你去买种子最合适，去敌占区办南庄会方便些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嗯，这是我们旅部，我们到了。作为梁同志的成长过程和他的事迹我都介绍完了，是不是个好同志啊？嗯，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现在还没有成家，你急死我这个当旅长的了。苗子啊，我听说你跟我是老乡啊。啊，首长也是湖南人啊？我是浏阳人。哎，真的啊？苗子啊，那你看我已经好做你的大哥，我为你做主怎么样？我不搞碰不上，将来给旅长丢脸。你可以想办法莫给我丢脸噻。啊，好，我打算把你许配给罗团长，怎么样啊？不作声就是同意了。那好，罗探长啊，你现在已经有家了啊，妹子啊，你现在要帮我这个大哥一个忙啊，你要尽快的带些人到敌占区搞些种子回来。请问要搞些么子种子嘞？高粱啊，谷子啊，玉米啊，小麦啊，等等等等都可以啊。恐怕光有这些还不够嘞，南泥湾那么大，可以种的东西好多好多。你说说看，我听听。可以种棉花、横带、洋芋、大豆、小豆、核豆、豌豆，还有南瓜、冬瓜、黄瓜、豆瓜，还有可以做油的油菜籽、花生、芝麻，还可以炼蛋的甜菜等等。甚至啊，是越集卷越好。你们领导是有眼光啊！现在我们三五九旅就是希望你这样的人才来啊。首长哥讲到，不过请首长放心，我一定保证努力完成任务。好，那就果然定的啊。嗯，你们就去南泥湾把庄稼种好，到丰收的时候啊，我就来给你们办喜事啊。哎，妹子，瞧呀瞧。哎，哎哎哎哎哎，陆团长，你不要总是用这种眼神盯着我妹妹好不好啊？
你看人家脸都红的。陆团长，你回去吧。哦。这是我妈给我的长命锁，来，给。我不要。你就要去地站去了。拿开。你放心吧，我不是第一回去了。给你。还是要小心。好嘞，南京晚见。南京晚见。嫂子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嫂子，嫂子，哎，来，快快！哦，他们都去找水去了，连长让我照顾您。哎，快点，他们找着水了。坐，歇会儿。你是不是不喜欢种地啊？你干嘛去啊？你傻呀，跟着鸟就能找着水了。哎呀，嫂子，有水了，来，你喝。我觉得水这么好喝，喝一口。哎，嫂子，一会儿我给你烧点热水，洗洗脸。团长给了我块羊胰子，给你用。嫂子，喝吧。嫂子，你真好看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这您留着用。没事，嫂子，我想团长了。
对对对，团长很快就回来了，您放心吧。哎，睡在哪儿？到了，知道了，在这儿呢。管给我喝。哎，我到了，行。啊？全连集合！今天集合就讲一件事。水。我们到南泥湾已经两天了，这两天是怎么过来的？同志们是舔着树叶上的露水过来的。今天好不容易弄了一桶水，是从石头缝里一滴一滴辛辛苦苦跟头把式背回来的。可是，有些同志却用它洗了头。嫂子，你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他们每个人都解释清楚。讲话。周连长，已经这样了，咱就别逼哑巴说话了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说。那我忙去了啊，您歇会儿。说什么呢他？哎，苗子，你别着急，你想说啥呀？郭天顺，他咋了？啥时候看见的？人呢？睡觉前，他问我，哦，在哪接的水？坏了！天顺！天顺！天顺！啊！
天顺一直跟着骆团长参加过几十回战斗，从来没被子弹打中过。他自称是打不死的郭天顺，可是这回却永远的倒下了。更让我心碎的是，他临终前的那句话让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骆团长了。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，但我明白战士们瞒着我的用意，我也不愿意说破，不愿意再给他们增加负担。我欠这个面对的太多了。拿着这个，这是我上次立功奖励我的笔记本和铅笔，以后有什么话就写下来吧。如果昨晚我早点明白你的意思，天顺可能就不会死了。为了给郭天少看着这些劳累的战士们，我的心都碎了。这些陕北的汉子胸怀比黄土还要深厚，一万担得起天下。我无法用言语和他们沟通，唯一能做的是……哎，你们打狼子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啊！打狼子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打狼子，这边是那个打井的。哎，苗子，你上那边打去。这，你吃那边多好啊！啊，给他盛，给他盛。不对呀，秦宽，这我们打狼子怎么还吃这个呀？那打狼不吃这吃什么呀？大郎就没事跟那儿趴着，人家打井多累啊！什么就在那儿趴着呀？你问大个儿，我们一趴就是好几个晚上，还好几个晚上，就这点事儿，我一个晚上就解决了。大郎，咱有绝活。你不是说你打井有绝活吗？这都打好几晚上井了，水呢？要说你这个人，就愿意吹。哎。精神点，不是来让你睡觉的。哼，几只狼我闭着眼睛就对付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。他怎么来了？咋还背了个锅？是狼群。
说废话！撤退！我们大乡打得好好的，他们过来就开炮，我不走！你撤不撤？我不撤！参谋长，走！撤退！把他枪卸了！走！排长，快走！快走！走！全体撤退！走！老大，你未经请示，擅自行动，在全连做书面检讨。这事儿主要责任在我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少不了你，你违反军令，向友军开火，罚禁闭3天。啊！不用看，摔不死。你这样乐观很好，井底凉，铺草睡。哎，苗子，你跟十五说，让他给我找块木板，巴掌大就够了，再给我扔把小刀。亲你的口，拉手手的那个亲口口，咱俩人个老老头走，还唱上了，你聊得很，你勾子的阿啥？甘草，谁给的？苗子，苗子也是你教的？咋？我看你在下面待得挺舒坦，再给你加3天禁闭。老周，你凭啥关我3天啊？搬走？对，明天一早就拔营。不是，咱这营地都修成这样了，咋能说走就走啊？呀，这不没睡吗？都大了七口径了，一点睡醒都没见。你知道为啥不？没水就是没水，为啥？就因为你把我关了禁闭。呀，怎么着？不关你禁闭就有水了？总算是开窍了，苗子，等我找着水，以后你洗头就方便了。那我忙去了。说什么呢？来几个人跟我走！哎，来，来，
出嘴了！你妈的，生我亲谁呀？杨志，我给你弟投公！决斗分得过来吗？啊，咱们是歇人不歇马，轮着上啊。几排先上啊？当然是我们一排了。老周，哎，坐仨嘛，咱俩比比呗。比啥呀？比掘地呀。你掘一亩，我掘两亩，你掘两亩，我掘四亩，赢的吃干的，输的喝稀的，敢不敢？这有什么可比的？你敢不敢吧？啊，你咋熊了？跟他比是不是？是，就是跟他比啊！别让，比什么话呢？别让，不敢了。这不行了，比就比，谁怕你啊？走走走！瞎起什么哄啊？啊？喊什么喊？都干活去！哎呦，是噱头不行。实在饿得不行了，我就偷吃了一点。苗子姐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。下一个。啊，苗子姐。我不要了，够了，我够了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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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够了，我够了，我够了，哎，够了，够了。谢谢苗子姐。啊，哎，你也吃啊。饥饿。笼罩着整个南泥湾，加上过度的劳累，每天都有人倒下，很多人倒下了就再也没有爬起来，这给三连带来了巨大的恐慌，野菜树皮都被战士们吃光了。小号手，小号手，你不是要喝粥吗？粥来了。
你喝呀，你喝呀，小嫂，你喝呀。别喂了，小豪说走了。我娃死的窝囊啊，这么多大仗都打过来了，在这儿给饿死了。窝囊个球，饿死他也是个英雄。苗同志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能动种子呢？啊？我问你话呢。为了救人，我不能让小号手饿着走。如果种子都能吃，那小号手也不至于饿死。人死为大，我问你，谁给你的这个权利？通过组织的吗？师傅，快！种子是你弄的？种子保不住了，一定要保护好种子，姐，我们被玩的糟了。鬼子害的，你要再不说，让你永远都说不出来。八哥，什么态度？写啥了？情谊也是种子。妈的，死哪儿不好，非死这个鬼地方。哎，是啊，轰轰烈烈的死在战场，那是烈士，死在这儿算什么？连长说了，只要是为革命牺牲的，那都算是烈士。我可不想在这儿成烈士。谁想在这儿成烈士？你看郭天顺、小号手、田长子，还有三排内陈凯、水墨、李大嘴巴子，不都死在这儿了吗？是，明天还指不定轮到谁呢。要不咱们几个就留个遗言吧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几个不可能都死了，活着的就帮忙给记一下。我先来吧，我家就在黄河那边的好庙村，你们谁路过那儿，别忘了看看我娘。俺定了一门娃娃亲，俺死了让别人里头咱家把人家闺女回来吧。我要死了，让连长说给我家发块烈士的牌牌，有那个吃粮照顾。军心都涣散了，咋办？有饭吃人就不散。废话，吃什么？种子？吃啥也不能吃粽子，那是命根子。那怎么办？没吃的，总不能眼看着战士们一个个饿死吧？只能这样了，谁去？
马排长。让开！连长，这是团长的马，不能杀呀！开了几天荒，就忘了自己是个当兵的了？是不是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忘了？吃啊！吃吧，都吃吧。这是命令。
嫂子都吃了，吃吧。苗子，苗子，老周让我来跟你说说话。我，哎。知道你不想说话，来，那我就陪你发发呆。苗子，老周其实挺关心你的。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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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啊？这什么草啊？啊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你也注意啊。是不是饿的呀？他今天就吃了些草粥啊！哎呦我的天，是不是中毒了？中毒？那这些日子咱不有些人都死了吗？完，他怀疑这草有毒，所以就尝了一些。胡闹！谁让他尝的？苗子，苗子，抬到窝棚里去吧，那边暖和。哎，快，大。
搭把手。哎，王宝，行，多谢了啊，陪了我一夜，抓紧时间回去睡觉。你想啥呢？我陪苗子呢。我是真怕他死了。这南泥湾没你没我都行，就是不能没他。杨志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咱们现在这群人跟野人一样，找不着出路就全得饿死。苗子自己选择死，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，这是真英雄。南泥湾需要英雄。嗯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咋说你不放心啊？直说吧，你小子太轻浮，我几次修理你，就是怕你起邪念犯错误，知道吗？我也实说吧，我这个人属驴的，不修理没事儿，越修理越容易犯错误。同志们呐，乌来湾了，大家辛苦的。下去南泥湾不哭，该世界上叫马都哭的地方的。你们在人手极弱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到现在，并且开了光明的地，同志们，我感谢你们。教练，大妹子，坐坐坐，啊！哎呀，都怪我不好啊！那你去买针子，遇到了那么多的变故，你自己坏了嗓子不学，于良同志还牺牲了。我是没想到啊，南泥湾有这么样的苦。你是带着伤来的，能够活着就算是万幸的，并且还能做皮影戏来丰富战士们的文娱生活，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。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情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跟我回去吧，我一定还一个像于良同志那样的好同志啊。你同意不同意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？任务完成了。报告首长，苗子同志的意思是他要把整个南泥湾都画下来。好，苗子，我正式任命你为旅部派驻南泥湾的特派员。什么地方有水源，什么地方可以扎营，什么地方可以修路，什么地方可以挖窑洞，你要尽快的把它搞清楚，越详细越好。朱连长，我留下几匹马，你派人保护好苗子。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呐，你的担子不轻啊。
杨志和十五跟着我走了一个多月，才把南泥湾复杂的地形地貌摸清楚。我惊喜地发现，这块土地居然适合耕种。我理解了朱总司令和王振旅长为什么选择了这里，也理解了边区首长为什么要派我到三连担任技术指导员。南泥湾确实是块神奇的土地，奇怪的是杨志很少跟我说话，有时还轻声叹气，以前那个什么事儿都要争强好胜，自我感觉永远良好的杨志不见了。你的任务完成了，祝贺你。是啊，咱们明天就能回营地了。高兴啊，我当然高兴了。我为什么不高兴？你还没睡？啊，我不困。我是后天师生，不会手语，这套手势也只有杨志才能够明白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倒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指引。不明白，你这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就想知道我为什么挨的处分？告诉你，因为一个女人，我对这个女人起了邪念。满意了吧？满足了吧？满足了，回去睡觉去。那一夜杨志始终没有睡，我也被一种
莫名的情绪煎熬着。我想了很久，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冲我发那么大的火。不过回到营地后，老周和战士们倒是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。欢迎苗子同志完成任务，胜利归来，大伙儿呱唧呱唧。苗子，大伙儿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阿排长到，小春到，站了。是是。走。还行吧？不用谢。啊，今晚给大伙演场皮影吧。你们三个走了以后啊，这营地好久没听见笑声了，是吧？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夜江里苦里飞，夜江里苦里飞，新媳妇紧张谁也不让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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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江里苦里宽，二江里苦里宽，新女婿紧张绑了一条毡。停。都停了，全体动用，解散，睡觉。你唱啥不好，非唱这个？于大个子点的，谁点的也不能唱。什么夫啊妻啊的，酸不酸？酸。你还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又摇动又连欢的，能不酸吗？杨志，你他娘的说我呢？对了，你三番五次不让我靠近苗子，不就因为你喜欢苗子吗？你放屁！我是连长，不应该先动手。别，今天这儿没有连长，只有男人。好小子。不愧是警卫团出来的，你脾气也不小。你要是不冤我，我能发火吗？我早就告诉你了，苗子在我心里永远是团长的婆姨。团长都牺牲了，可他活在我心里。你跟团长的感情我们都知道，可苗子跟团长就见过一面。见过一面咋了？见过一面团长就喜欢上他了。那些天他天天嘴上挂着苗子，说旅长给他定了一门好亲呢。那你让苗子守一辈子寡呀？我没说让他守寡呀，他以后找不找男人，找什么样的男人那是他的事儿，我老周管不着。可是在南泥湾，在咱们连，谁要是打他的主意，我老周一定得管。从那一天起，杨志跟我再没演过皮影戏了，也再没有跟我单独说过话。直到那年的第一场大雨，藏在窑洞边的种子进了水，我为了救种子滑下了山坡。杨志。
苗子，救了我！苗子，别睡觉啊，坚持住啊，苗子！苗子，你千万别睡觉啊，咱马上就到了。老周，这湿衣服必须得脱了，要不莫冰都弄出病来了。谁给脱？再说了，他就一身衣服，脱了换啥？老周，我们烧了热水，让苗子洗个澡吧。啥？洗澡？啊！苗子，我弄点草药，你泡一泡能去寒，然后你把这湿衣服脱了，我们用火给你烤，很快就能烤干。别愣着了，该忙啥忙啥吧。祖辈都是农民，我不会种地。哦，苗子的意思是，你家乡的土跟这儿的土不一样。有啥不一样的？天底下种地的都一样。你知道旅长为啥把他派到咱这儿来吗？为啥？不就是画些图图？人苗子在大学里学的就是土壤生物学。啥学？土壤生物学。啥意思嘛？就是研究啥地种啥庄稼，那是科学，咱得信。科学。行，科学。那你说说，咱这个山头种点啥？就按苗子来吧。咱的工具用坏了用坏，磨碎了磨碎，像这样能用的没有几把了。苗子不是吕布派来的技术指导员吗？不行，让他带人去趟关中吧。呀，你没听首长说，现在镢头比腰皮都贵。哟，嫂子。嫂子。嗯。哪来的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国民党朝咱们开过炮，弹片一定不少。这东西能用啊？全连集合。是。全连集合。要是磨一磨，刮刮胡子还差不多。应该有大的，可能咱没找着。那天他们打了几发呀？十来发吧。真他娘的抠门！哎，他们没准头。要不明天我带人到别的山头再找找。你们俩说什么呢？
啊，苗子的意思是啊，我们那会儿勘探的时候发现，从这儿往东不到100里就是黄河，不行就过黄河找老百姓借点吧。扯淡，人老百姓家里有几把镢头啊，能借给你们？十五，过来，把这些挑出来的装筐里。排长，咱这是干啥呀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拿着。两次炮击的弹片加在一块儿，也才打了7把镢头，还不够一个班使的。还剩下一些小的，我送到关中去了。可就那么点东西，最多也就能打3-5把，根本不够用。往下怎么办？大家伙都说说吧。反正饿怎么整？总不能把铁锅给花了吧？哎呀！看着这些山头撂荒，我是真心疼啊。这要是把这些地都种上，那得多打多少粮食啊！啊，梯子，哎呀，那哪是梯子呀？我看像铁轨。铁轨当然好了，可上哪儿找铁轨去？这最近的也在山西呢。那就去山西嘛。正好回来路上找个大点的镇子，直接打成镢头。哎，我看行，既能搞铁，又能破坏鬼子的运输线，搂草打兔子的事儿嘛。怎么行动？我偷过铁轨，4-5个人就能抬动一根儿。不过咱们全连都去不行，目标太大了。可是去少了又偷不了几根儿，最好能组个小分队。这次行动由我亲自带队，凭啥？你小子想什么？我知道。你是急于立功，想尽快解除处分吧？你看出来了，你可得成全我。我成全不了你。你就算是把同步铁路全都拆了，也不是立功。你别忘了，我们的任务是开垦南泥湾，可不是打小鬼子。我知道咱们的任务是开垦南泥湾，可你是连长，你不能擅离职守吧？杨志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次任务就算取消了，我也不能让你去。你咋这么犟啊？为啥嘛？为啥？不经上级批准，奔袭到山西偷铁轨，这不是立功，这是犯错。这事儿你不同意，绝对不行。行也得行，这是命令。谁的命令？你的命令，我拒绝执行。这是组织决定。组织指导员早牺牲了，你光杆司令组织什么？杨志，到。你想过没有？你要是回不来，苗子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行了，不争论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去，执行命令。连长，那咱就军事民主吧，投票决定。连长画圈，一排长画叉，可以弃权吗？必须投。我预感到，这一票会改变两个男人的命运。在山西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日本人看得最紧的，就是铁路。这回谁去了，都有可能回不来。这两个男人，
都是我最亲近的人。我做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选择。子部以公弃人投票，下面我们开始选拔，唱票吧。老周，老周，一排长，老周，一排长，一排长，最后一票。一排长，苗子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那个处分，那天我没跟你说实话。其实是中央社来了个女记者，想做战地报道，路上被土匪绑了，我奉命去营救，结果让人女记者受伤了。人家借着这个理由，在报上写了我们很多不好。是，就是因为我枪法好，才点名让我去的。可是那个女记者吧，长得太好看了，我这个人是一见着好看女人，我这心里就发慌，我手一慌，手一抖，这枪就蹭人胳膊过去了。我，苗子。我真没有邪念，我这个人我也不知道咋了，一见着好看女人吧，我这心就慌，就像我看着你吧，你说，不是我，我是。哎，苗子，出发行动的前一晚，杨志单独送我回窑洞，老周没有拦着，他知道我们有话要说。我骗你疏远你，是因为我听说旅长又要给你介绍一个像骆团长那样的英雄。我哪算什么英雄啊？和骆团长比，我差远了。苗子，再跟我。
个你莫写家里穷，自古那贫寒出英雄，为了与你长相守，海阔石蓝我也愿意等。像一次未知
杨志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留在了南泥湾。我不后悔，我投了杨志一票，虽然他是我最心爱的男人，但我知道三年不能没有老周，南泥湾更需要他。从那以后，老周一直在照顾我，帮助我，可这么多年他都无法真正走进我的心里。杨志牺牲在我怀里的情景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，抹也抹不掉。正是因为有像杨志这样英勇牺牲的普通战士们，才迎来了南泥湾的大风。